你看到的，这是一个极少数民族，叫做 M 族的部落。你看他们的建筑也很有特色，这是他们居住的山谷。你看看这山边上的蓝天白云，这个M族住在这里，他们是极少数，他们留的头发是很怪异的，就是像一般刘海一样。不晓得等一下有没有机会遇到他们。叫做 M 族， MN 的 M 族人数非常少。想想他们这样子也在过日子过生活，那我们呢应该心甘情愿的满足所有的一切了。真的感恩上天，让我们能够满足自己所拥有的。